有关这个台三十一线跟这个中正路的路口啊，早年是用这个人行道，可以看到画面上人行道标线型的潮化线做这个让行人通行。那后来在七月的时候，后来跟地方发现有这个不是顺畅的一个情形，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一端的一个桥墩的护栏打开，然后做一个人行道，让民众可以安全的通行，至少提供一处。那至于另外一处呢，当时候可能。鉴于这个桥墩跟这个台电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施物还在，所以并没有进行打设。那后来我们公务段最近会再请这个高铁公司跟这个台电来会商，那尽速将这一侧的哈、研究一个路线，让民众可以借由这个人行道来做个通行。